小姐别哭啊，不哭啊，乖。来了来了啊，小雨，小雨，怎么了，小雨？啊，哎，不哭啊，不哭啊，爸爸来了啊，不哭啊，不哭，这是什么呀？啊？妈妈在呢，妈妈在天上等咱们呢啊，妈妈在，妈妈在。爸爸马上就过来啊！来，快拿这个来了，来了。苏哥，我想了想，我心里还是不踏实。司徒明要是再来找我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怕我真的撑不住了。苏哥，你知道我这个人，我天生不会撒谎，我一撒谎，我腿肚子都转。哎，三，不要乱说。苏哥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到底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司徒明，是马姐，您今天有空？别跟我讲客套，今天你磨破嘴都没用，今天必须交房租。马姐，我的钱呢都压在货上了，我要是有钱，我就是差谁的钱也不差您的钱，您再宽限几天，我马上想办法。这话我不想再听了，看看里边有什么值钱的给我搬。好好，马姐不能这样吧。哎，你们别胡来啊，把东西放下，这五十万的滚开。是他欠我3个月房租不还，我才搬东西抵债。原来是房东太太啊，我还当怎么回事呢，就欠你3个月房租嘛。说得轻巧，你替他还？对，我替他还。走，咱们去银行。哎，小芳，这事我自己会处理好，跟你没关系啊。这事你不用操心，留下来把东西好好收拾一下。走啊，痛快，走。怎么了，永三？有什么事儿不能李白说呀？啊？什么事儿啊？哎，司徒敏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他去找人小蔡去了。啊，那几个山煤工他都找过了，问人家给没给过雷管，他什么意思啊？他是怀疑那雷管是我放的，是我害死我师傅的啊？是我害死我亲师傅的？这太荒谬了吧？不是，永三，你先别激动。我不是激动，我是觉得这荒谬。我要真是坏人，我要是杀人犯，我能四处申诉替他减刑吗？你帮司徒明跑申诉？当然了。你为什么帮司徒明跑申诉啊？这我本来是不想跟你说的，啊，到这步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是为了你。为了我？我是不忍心看着你被一个乡巴佬给毁了。永森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？啊，李姐。对不起啊，我不该这么说。我是气那个司徒敏。你说，他坐牢这5年，是谁给他寄东西？是谁定期去看他？是我司永森，不是别人。你都没去啊。当然，我这么做就是为了你嘛。永森，司徒敏这样坐了5年牢，他多少还是冤枉的，他心里憋屈啊，所以他就想到处去查，把事情真相查出来。既然你是清白的，你管他怎么说呢，是不是？你应该体谅他一下。你说的对，清者自清嘛。那就麻烦你转告司徒敏，让他继续查下去，
查得越深入越好，他查得越深入越能证明我的清白。麻烦你了啊，麻烦司通敏同志了啊。董三，哎，自己来，小芳，真不好意思把你牵扯进来了，我会尽快想办法还你钱。急什么？工作这么多年，这点积蓄我还是有的，我又不着急用钱，等你有钱了再还我也不迟。现在连养活自己都有问题，还谈什么赚钱还钱呀？说什么呢？给自己点信心嘛。给你，干什么？你连交房租的钱都没有了，哪还有钱去进货呀？来，拿着。小凤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就是再缺钱，我也不能要你的钱。哎，要不这样，算我入股，到年底按股分红怎么样？什么叫入股？你连入股都不知道啊？你听我的，把钱收下，下次进货的时候带上我，我帮你把把关。你别这个那个的了，听我的没错。我还有个想法，这两天啊，你有时间的时候，咱们一块儿去趟乡下，把这所有的衣服全都批出去，这样资金就回笼了。这些衣服都能批出去吗？那当然了，你的这些衣服啊，在乡下肯定很抢手。照你这么一说，这盘棋就盘活了。嗯哼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我的外号可是叫小诸葛。这排呢都是我们最近新上的衬衫，您可以看一下这件，我觉得这件比较适合你，比较庄重，比较得体。虽然长袖，但是穿上去不会很热。您看一下。你好，拿这件看一下。哎，来了。哎，先生，你眼光真好，这件是我们最近新上的货，是今年最流行的款式，方格衬衫，您看一下，穿上比较舒服。老板，这多少钱？这衣服40，您看合适吗？我给你找一下号，您试一下。我看一下。哎，欢迎光临，随便看一下，有鞋子、帽子，还有今年最流行的仔裤。你想挑什么衣服吗？哎，来这边看一下。这是我们店里名店，我们店呢随时会进新货，欢迎你再来。嗯，好，谢谢。您看一下，您的肤色比较白，身上很好看。这件的颜色呢刚好能衬您的肤色，而且这款啊是日本今年最流行的款式。你试一下，我再看看吧。哎，好。老板，这是什么码的？啊，我来看看啊。哎，你好，我看一下。哎，这件是26码的，您穿什么码？我给你找条试一下。哎，我就要这个。哎，好嘞，给您报上。哎，您稍等一下啊。小芳，你真能干，谢谢。谢我干什么？快点。你这大白天的睡什么觉啊？司徒敏，你怎么了？
你发烧了，司冬敏，司冬敏，司冬敏怎么了？醒醒！司冬敏，司冬敏，司冬敏，叶瑾，叶瑾，叶瑾，司冬敏，你发烧了，走，我扶你去医院。来，起来。自己走路的感觉真好，你现在没啥顾虑了吧？你可以放心的离开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拼命的复健，争取早日站起来，就是想让你没有顾虑，能够再做一次选择。那我应该选择什么？选择原本属于你的幸福生活。那你能告诉我吗？我的幸福生活是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的幸福生活就是顺顺能够平平安安的长大，你能像以前一样从新站起来，我们一家人平平安安、幸幸福福的过日子，这就是我要的幸福生活。醒了，哎呦，来试试。哎呦，烧退了。我给你熬点鸡汤，让你补补元气。你这人啊，发这么大的高烧啊，你都不去医院。你要再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啊，以后我也不管你了。来，趁热喝了。张嘴。我自己来。味道怎么样？好喝。谢谢你。谢我干什么？照顾你我愿意。什么？辞职了？又不是头一回辞职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哎呀，小凤，你这是何必啊？这次你生病，我下定了决心，这个店啊，光靠你一个人是不行的，你需要一帮手。小凤，你已经帮我帮的很多了，你总不能……心里已经很感激你了，可是我不要你谢我。小芳，真的对不起，我只想好好经营这家店，其他的统统都不想。
一起经营这个店好不好？小凤，难道你真的不明白我所说的吗？我明白，你想赶我走是吗？小凤。事情要宣布。嗯，第一件事情，我辞职了。嗯，什么？你又不干了？不是你？哎呀，干得好好的，怎么说辞就辞了？你们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没关系的。那你辞了，打算干啥？做生意，做生意，我的小祖宗，你怎么想起一出就一出啊？你是那做生意的料吗？谁想做生意就做生意啊？娘，你不要总把别人看扁了好不好？当年你说说，这刚过几天安稳日子就烧包，这不是出幺蛾子吗？这不是？哎，娘，你随他随他吧。第二件事呢？我恋爱了。嗯。跟谁？这个人你们都认识。谁啊？司徒米。我要跟他一起做生意。是不是？走，咱们走。是，走，走，不点走。我到底做错什么了？嫂子，我想告诉你，从我见司徒明第一眼开始，我就爱上他。为什么会是他呢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只许你一个人爱司徒明，我就没有权利吗？桑若不是这个意思，对不起。你有没有想过你嫂子怎么想？哥，我跟司徒敏在一起跟嫂子有什么关系啊？怎么就没关系呢？他们两个是这是过去的事儿了。你说过去了就过去了？你说你看上谁不好，你偏跟他好。行了，就一句话，赶紧离开。不可能，我愿意。你要觉得我在家碍你的事儿吧，我搬出去，我跟司徒敏在外面过，我不碍你的事了，好了吧？
搬出来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从家里搬出来了，你要不留我，我就走。这样吧，我不勉强你，你现在考虑一下。小芳，有什么话进来说。算了，既然你这么勉强，我走了。小芳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进来吧。小芳，早点睡吧。司徒明，我爱你。小芳，你是个好姑娘，我也很喜欢你。可是我的过去你是了解的，我努力想走出过去那段感情，可是我自己也不敢保证能否走出那段感情。也许永远走不出。没关系，我等你。小芳，早点休息吧。那你睡哪儿？你放心，我有地方住。伯母，娘，无害臊，回去！我不回，回放开！我不回。小芳，你是听你妈的，你就跟她回去吧啊！我告诉你，今天谁也别想把我带走！你，我怎么生你这么一个没羞没臊的东西？你把我脸都丢尽了！男未婚，女未嫁，我俩什么事都没有，跟你丢什么人了？我操！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回去不回去？不回。好，好，你就跟他过，我就当没你这闺女，你没我这娘。告。伯母，去！伯母，娘，小芳，你说你这是何必啊？小凤跟家里闹翻了，在她的身上，我依稀看到自己当年的影子。如果时光倒流，我还会这么勇敢吗？我不知道。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一年过去了。司徒敏和小凤把服装店经营得有声有色，如今已经壮大成服装公司，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。这些服装呢，都是我们店里今年最流行的秋冬最新款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不管是质地还是样式，都是由欧洲的设计大师派瑞为我们量身定做的。哦，这边还有几款刚刚设计出来的方案，看一下。嗯，两位请坐。
这就是我们的展厅，来，两位里面请。你们先看一下这个样子。副总好。你来。总经理，北京公司的客户到了。我跟你说过多少遍，以后不要叫我总经理。不行，公司外面你是我哥，公司里面你就是总经理，这不能乱这个。行了行了，我说不过你，走吧。二三，杨，哎，快来看，妈，小凤上报纸了。啊，小凤上报纸了，奶奶，这不照片在这儿吗？这儿呢，看不清楚。快点，大年的把眼镜递给我啊！他是小凤吗？是，您上次气，他长得应该像我这张不像，怎么不像？我看看，你看，你看看，像我吗？我瞅瞅，您没戴眼镜，他是不是啊？像。像呀，这不上写着葛小凤代表优秀个体户上台发言，看见没有？哎，这出息！哎，这上面怎么没有提司徒敏呢？娘，这都过去一年多了，你也该消消气儿啊！你看人小凤跟司徒敏不挺好的吗？你就让她回来吧。那顺顺都想他姑姑了，老跟我说姑姑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你看人小凤跟司徒明现在事业多好，都给你争气啊，是不是？让他们回来吧，啊！咱家大门啊，永远向他敞开，他不回来，你说我有什么法子呀？过两天不是顺顺要过生日吗？要不把他们俩请过来，给顺顺一块过生日吧。那我带顺顺把他们两个请过来行吗？要去你自个儿去，顺顺不能去。这样吧，还是我去吧。啊，哥，来喝点水。宝子，家里人都看了，娘还一直夸你有出息呢。是吗？娘怎么样了？挺好的。你跟司徒明怎么样？挺好。啊，下礼拜六是顺顺的生日，你带司徒明一起过来吃饭。娘同意了。娘什么性格你还不知道？就这么定了。哎，你没干过餐馆，没经验，我没法用你。经理，这工资少点没关系，我是上有老下有小的，我真的很需要这个工作。这不是工资不工资的问题，我这又不是慈善机构。经理，我很能吃苦，我什么活都可以干。你还是回去吧。小蔡，叶锦姐，怎么是你啊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怎么，你们认识啊？啊，经理，他是我们以前厂里的同事。哦。你怎么在这儿找工作？我下岗了，出来找个活干。哦、经理，小蔡人特别老实，又能干活，要不然您就把他留下吧。可是他没经验啊。要不这样，您把他交给我，我带他。这样啊。行吗，经理？行吧。看在叶姐的面子上，就录用你了。谢谢经理，谢谢。谢谢经理，谢谢。谢谢啊。谢谢叶姐姐。收拾完还在办公啊？小凤，我就不去了吧。你说什么呢？今天可是你儿子的生日啊。整整一年没回家了，你知道这一年我的心情是什么样子吗？我年纪大了，
我不想让他再为我操心，所以啊，你要配合我演好这出戏。对不起，小芳，我们走吧。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娘，今天是高兴的日子啊，咱高兴点。我不哭，我不哭。小愣，傻愣的干嘛？赶紧让姑爷坐呀。娘，现在都不兴叫姑爷了，你就叫他司徒敏吧。不兴叫姑爷了，那我管他叫司徒。司徒，叫我司徒吧。姑爷，快坐，快坐。叔叔，你怎么才来看我？婶婶，叔叔没来看你是叔叔不好，叔叔以后经常来看你好吗？好。婶婶，来，让姑姑看看，我长这么高了。姑爷，你快坐那儿，坐。坐，来，婶婶，来坐。那个，你们先聊着。我们俩做菜去，放，快坐。哎，进来。总经理，您找我？哦，有孙局，请坐。刘三军，我告诉你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，公司已经决定撤销在中国的分社。啊？是啊，我也舍不得呀，可是公司已经做出的决定是无法改变的。这张支票是我向公司给你争取到的最高资遣费。刘泽军，我们合作的非常愉快，希望后会有期。现在这。
工作不好找啊，尤其是像我这种没学历的。我就想啊，要是你在该多好。想妈妈呀，小雨，爸爸多想像你一样痛高高的哭出来，但是我不能啊，爸爸是男人，男人有泪不轻弹，小雨。小雨，乖。哎呀，你说现在纺织厂怎么这么不景气啊？我还记得我上学那会儿，咱们厂子可火了。我听说咱们八厂要并给六厂了，以后就没有咱们八厂。如果我爸还活着，看着他一手创建的厂子就这么没了，心里一定特别难受。叶主任死得冤啊！是啊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那雷管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它怎么就会爆炸了？别的我不敢说，但是我可以保证，那个雷管绝对不是司徒大哥放的。司徒大哥是个大好人，他做不出那种事儿。再说了，当年还有别的人跟我要过雷管呢。谁？小蔡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小蔡，小蔡，赶紧去厨房帮忙，把土豆切了。医生已经给小雨打过退烧针了，鼻血也止住了。出血的原因说了吗？没有，医生说需要观察一夜，明天才可以出院。待会去见医生。我跟小蔡聊天的时候，他无意间说漏了一句嘴。他说当年还有别人也跟他要过泪管，但是他就是不肯说那个人是谁。我觉得他一定知道什么，可是究竟有谁还跟他要过雷管呢？为什么一提这件事儿，小蔡就变得吞吞吐吐的，好像有什么秘密似的？走，我们找小蔡去。叶晶姐，司徒大哥，你们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小蔡，那个向你要雷管的人到底是谁啊？啊？小蔡，你一定知道什么对吧？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小蔡，你说实话。你们让我说什么呀？
真相。小蔡，这对于我跟司徒敏太重要了。我爸死得不明不白，司徒敏白白坐了5年牢，所以我们必须知道，你明白吗，小蔡？小蔡，你害怕什么？你有什么不能说的？你告诉我们。是不是有人威胁你不让你说呀、啊？只要爱。